以餐酒馆起家的 Bistro 八八，十月起开卖早午餐。我跟许多人一样，赶流行来尝鲜。翻开菜单一看，菜色挺多元的。咦，竟然有龙虾三明治，怎么能不试试？木盘上的龙虾潜艇堡，足足有半只波士顿龙虾的量，还搭配些炸薯片及洛梨生菜，但馅料饱满，很难用咬的，只好切开来吃了。龙虾肉弹 Q， 配上海胆酱的炒蛋，鲜味十足。可惜的是，面包口感很一般，分量不小的班尼迪克蛋，蛋嫩荷兰酱酸香，吃完好饱。瞧，这培根及火腿挺厚实的，拿刀直切下，沾酱入口，很有软嫩咸香的层次。搭配培根及炒蛋的松饼早餐，六片松饼叠高高，淋上枫糖酱 ，CP 值颇高。想体验贵妇生活，偶尔来这里吃个早午餐，感觉挺不错的。动新闻早餐贾家厚报道。